做完 Dermis Treatment 之後啦，而家隻手摸上去滑捋捋嘅感覺，呢種感覺啦，脫毛器剃刀係比唔到嘅。以前試過用 DIY 脫毛啦，試過喺皮膚好乾嘅時候去 shape， 一 shape 嗰時成條痕出咗嚟，搞到我勁唔開心。不過都係 Dermis 喎，做完療程之後，而家我隻手好明顯係滑咗啦，毛孔細咗，感覺真係非常之好喎。我都有叫啲 friend 去做嘅，因為真係越早做越好啦，唔使再受 DIY 脫毛重複嘅傷害。